大圣，起来喝药。 哎，大圣啊，我回来了，今天感觉如何啊？伤势？大圣，，蒙军救之命。 赏其天，赠与家族世代7天法力，愿有难之能度一臂。说了吗？不要再送礼了。主任，这不是礼物，是心意。 能不能把我调大学城那块儿？哟，你这种事不好乱讲的呀，一切得按公司的规矩去办。啊，我懂，那我干活去了，主任。主任，扫盲快乐。你才需要扫盲呢。齐大圣啊！哎，主任。 我昨天晚上还专门看日历了，这两天没有什么节日了。国际扫盲日，你个文盲哎！哎呦，这样，主任，我下次一定给你补上。你每次都这么说，齐大圣，你下次工作能不能走点心啊？走点心。齐大圣啊，主任，从今天开始，你的送货区域就跟。 小吴，主任，交换一下送货区域好吗？为什么呀？叫你去你就去，你怎么这么多话？就是。放心。 哎，冷静点，冷静点，让我冷静。老子刚骑的车让你给我蹭成这样，不是你忽然冲着车来太快了，我这车撞的也不轻了。你车，哈哈，哎，直接穿点，慢点，慢点，哎，慢点，慢点，没事吧，兄弟？哎，算了算了算了，你们还要着急去做美甲，不要让这种事情浪费人家时间。 这不就是闪回快递吗？明天啊，去他们公司找他索赔就是了。他们给我等着啊！ 韩老板。 今天请我过来，究竟有何贵干呢？不会只是为了打两杆球吧？霍老兄，那兄弟我可就有话直说了，请讲。你的闪狐快递，我要收购。闪狐快递经营的不错呀，我没有出售的计划。
就是因为经营的不错，我才要收购。你可以把价开得高点。您这是跟我谈生意呀？还是强取豪夺呀？有区别吗？闪湖快递是我一手经营起来的，它是我的命根子。 无论你给多少钱，我都不会把它让给你。齐大嫂，你怎么搞的？公司的客服热线都成你的投诉专线了，你给我好好解释一下。主任，主要是我对新分的区域还不太熟悉。 认我了是吧？我今天还被车给撞了，还想赖个公章是吧？不是那个意思。你这种人我见多了，牢骚比谁都多，干的比谁都少啊！主任，我知道错了，你就别说了。哎呦，还不能说你了是吧？不是，你什么你啊？你以为你自己是哪根葱啊？在我眼里，你就是个 loser 你最好把你刚才说的话收回去。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整我，不就是因为我没给你送礼吗？一年365天，有365天都是你的节日，春节、中秋节、过年也就罢了，什么六一儿童节、妇女节、清明节，你也过，还世界扫盲日，你还让不让人活了？大兄，你消消气，这个给你。给我闪一边去！你想干什么？有种，你把刚才说的话再说一遍。再说一遍，我就再说一遍。你一辈子都是个 loser。 现在我正式宣布，你被开除了，大圣，别难过了，今天大圣是你们家的保护神，他一定会帮助你成功的。这种骗小孩的话你都信？这要是真的是那样的话，我早就上天入地了。 你终于来了，我等你很久了。你是孙悟空？是你唤醒了俺。我想你是该需要他的时候了啊！什么意思？只要你左转三圈，右转三圈，再念上一句“妈咪贝贝红”。 你就可以拥有齐天的法力了。齐天大圣，齐天大圣。Oh, money, baby, home.
别，没看见我们在飙车。可是你们这样飙车很危险，知道吗？关你屁事儿！快滚！那咱们这样，我跟你们赌一把，要是我赢了的话，你们以后就别在这儿飙车了，好吗？就你，你还有车？有啊。啊，行，你们在这儿等着。等你。就这车，进去吧，别在那站着了，别怂啊！We'll be right back.
怎么着？以后就别在这儿飙车了吧？站住！别走！快换车吧，哥！哎呀，车坐就行了，起来吧。等着看吧，少河，哥们儿以后一定会发达的。大圣，你真的想好要辞职啊？不辞职，难道等他开我？哦。你好，我是来领人事部给我的离职申请表的。哪个站点啊？大桥站。等着。哎。没事吧？谢谢。您是来办事的吗？我是新来的，今天刚入职。哎呦，那咱以后就是同事了。哎，您贵姓啊？然后在哪个部门？我姓霍，部门还没定呢。您跟我们老板同一个姓啊？我跟你说啊，在这个公司，要是谁敢欺负你，你就报我名字啊。好的。你还没问我叫什么呢。啊，那你叫什么？齐大圣。就那个齐天大圣的大圣，这个公司从上到下就没有不认识我齐大圣的。谁是齐大圣啊？齐大圣，马上。他跟你一样也是新来的。好的，我以后有事情一定请教你。要不要啊？哎，那个我先不要了。啊？喂。喂。李总监，您好，我是大桥站主任王志国啊。今天啊早上我给你送过去一份人事调整报告，你正好不在办公室，现在我给你汇报一下。啊，你说吧。我们大桥站的人事问题非常严重啊。谁出了问题啊？我觉得我自己可能是一头猪。啊？昨天下午啊，在我的站点出现了员工骑大人打人事件。打的谁呀？我打得好啊。你的意思是说公司雇佣了一头猪做大桥站的主任？没错，就是一头猪。他这是下级打上级，情节极其恶劣，董事长就看到的呀。嗯，按照公司条例，这应该是被开除的。这种行为人事部门觉得应当属于见义勇为，惩奸除恶，应当给予表彰。而且我认为该活动应该成为日常团建项目啊。有没有搞错啊？你有意见吗？没有，没有。你确定你是一头猪？啊，对，而且我认为你也是一头猪。哎，你怎么骂人呢？我就是骂人，你们全家都是猪。你疯了是不是？我看你赶快看病去吧。肯定是给上级送礼了，快点快点！我们这个月业绩已经落后红山站了，会扣我的绩效啊，懂不懂啊？快点！不是，不好了！刚才总部来电话说，红山站的人今天全部食物中毒了，要咱们帮他们把货送完。全部食物中毒啊！太好了。
红山站的业绩就玩完了。啊！告诉他们，啊，就算我们今天快递多，啊，爱莫能助啊。好，那我回话去了。主任高明。主任，你这么做是影响赏红快递的形象。我们大桥站什么时候轮得到你在这里插嘴啊？行，那你们不去红山站，我去。站住！ 你不是说你在红山站点送快递了，在这睡懒觉啊？你信不信我现在就……你都送完了？没有机会开除我，是不是特别失望？ 我整了你一天啊，怎么着？我们的事忘了？崔先生，有什么事你说啊？我是他上级，他要哪里得罪你了，我一定代表公司重重的处罚他。昨天下午三点，在富华小区，他，陈，陈先生，你怎么了？他帮了我一个大忙。哎，没有。你不是来投诉他的吗？我是来感谢他。哎呀，太客气了，真的，不足挂齿，真的没事，真的没事。先生，你有没有搞错呀？你再好好想想，你到底是来干什么的？我没有信心要送他。哎呦，我要给你跳支舞，来吧，好。 你再……哎，慢点，慢点。啊，先生，是不是你的车给他剐了呀？对，快起来，快起来！啊，保时捷，齐大圣，把你卖了你都赔不起呀，这下你可完了。就是。 太可恶了！哎，哇，哇，哇！哎，原来她是董事长的女儿啊！
明天带着霍希飞来大桥站，对于今天顺利帮助红山站送完快递的员工进行表彰。记住，一定要带着霍希飞来。收购闪湖快递的事儿，大家都上点心，这关系到我们能不能顺利上市，都抓点紧。韩总，再来一杯嘛，祝您上市成功。懂事懂事啊，来来来，敬韩总敬韩总，坐坐坐坐坐。收购计划来了，请公布。哎呀，五千万抵押了。韩总，韩总，韩总有误会，韩总，再给我一次机会。时代不同了。公司得尽快转型，说说吧。韩总，我也不知道，这强扭的瓜不甜。哎哎哎哎哎，韩总，韩总，韩总，你让我想想，韩总。我自个跳。大哥，我有一个想法。霍总的女儿刚刚回国入职，要是把她搞定，收购就容易了。这件事情我已经计划很长时间了。就交给我来办吧。这件事要办成了，你就是副总。谢谢大哥，谢谢大哥。你们赶紧把卫生打扫一下，一会儿董事长和总经理要亲自过来对我进行表彰。恭喜主任，你们都要好好表现，谁都不要给我丢人。是，你就知道吃啊。中午都没时间吃饭，快去干活吧！快走，我们去。你到卫生间里给我躲着去，没有我的吩咐，不许出来。不是凭什么呀？你是主人，我是主人。及时的、顺利的帮助红山站完成了送货任务，在这里，我要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董事长。董事长，你太过奖了，太过奖了。对对对，太过奖了。其实我们什么也没有做，都是其实啊，都是董事长领导有方。今天呀。霍经理给大家带来一些礼物，发给大家吧。大家都领到了吧？
有没有漏掉谁？啊，没有没有没有，还不快谢谢董事长、总经理呀、啊！齐大胜还没领。谁？齐大胜。麻烦你把这份礼物交给齐大胜，就跟他说，只要是我们赏湖快递的员工，就不会被落下，我们永远都是一家人。啊，好。一家人。大胜，不是我说你，人家霍经理长得挺漂亮，人好，家境也好。我就没有一点好的吗？你眼光还挺好。至于其他地方，跟霍经理比起来，形容你是癞蛤蟆，癞蛤蟆都不同意。虽然他临走前特意给你留了一份礼物，但是咱们每个人都有一份，你就别自作多情了。你懂个屁！大圣，你是不是喜欢霍经理，走火入魔了？我一定能够追上他的。还有三块，你帮我付了。一家人啊，快递公司的事儿办得怎么样了？我正准备出去办呢。哦，对了，大哥，您的车也该保养了。上周不是刚保养过吗？大哥，这你就不知道了吧？这车呀，就跟美女一样，你得会开，你还得会养呢，不是？去吧。哎，我去了。鹅肝油松露酱，主菜就阿拉斯加雪前蟹配金巴黎汁，北欧风味烟熏桂鱼 ，double。再来一瓶92年的 Partus， 地中海松茸汤。哦，对了，汤里面不要加任何其他的东西，我比较喜欢它原本的味道。你呢，飞？
有什么忌口吗？没有。好，就这样，谢谢。好的，请稍等，很高兴为二位服务。窗，接着给我窗。菲菲，这家餐厅的菜品味道还是不错的，只是环境 just so so。下次我可以带你去迪拜，那有我投资的一家餐厅，菜品和环境都是非常棒的。我的私人飞机飞欧洲是很方便的哦。迪拜不是在中东吗？对，哦，我的意思是，我们可以先去欧洲，然后再去迪拜吧。看着点儿。飞 ，Cheers。你开什么玩笑呢？我花这么多钱，你就给我喝这个？把经理给我叫来，现在快去！抱歉，我马上去给您叫。真是，这太奇怪了。飞，我觉得我们两个还是挺合适的。如果你对我感兴趣的话，今天晚上你可以到我的家里来，我们可以一起聊聊人生，再聊聊明天。我觉得我。我给你准备了一件礼物，你肯定会喜欢的。怎么样？你有可能会觉得有些意外啊，但是不要紧，它代表了我对你的心意。有病吧你！小妞不错呀，上！放开我！你们干什么？松手，放开我！松手！你干什么？放了他！哪儿来的呀？不要走，滚远点！霍经理，
我没事儿，你是齐齐大圣。哦，我想起来了，齐大圣，谢谢你。没事没事，举手之劳。要不我送你回家吧。啊，好。没想到你功夫这么厉害。你过奖了，霍经理。以后不在公司的时候叫我齐飞就行。这样合适吗？齐飞。以后啊，公司有什么事情你可以来找我，一定要好好工作啊。嗯，好。今天晚上要是有星星就好了。好漂亮啊！我够了够了，做了吧，你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事成之后还有好处。敢问老板，您是？不该问的，别问。哦，晓得，晓得。把酒喝了。好，好。包裹丢失事件您怎么看？公司会有具体的赔付措施吗？很多客户都反映你们的包裹物品被调包，对此公司有什么解释吗？据说你们的物流系统已经陷入瘫痪，这是不是说明贵公司要濒临破产？客户已经组成维权团体，要将你们告上法庭，请问你有什么要说的吗？各位，各位，我恳请大家放心，此事警方已经介入调查，无论是什么原因，珊瑚快递都会负责到底。我们还想问一下，霍总，的事情怎么解决？妈，叫我救护车，快救护车！不是，有没有一个叫姓霍的？啊，好，谢谢。
定是来辞职的吧？哦，不是不是不是，我就是想来看看你。警方还在调查中，我爸怀疑这事儿是有人蓄意破坏，却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这么大压力都压在你一个人身上，这太为难你了。我觉得得有个人来帮你。公司的高层都在努力，可是毫无办法。我现在还能找谁呀？你看我行吗？谢谢。你虽然功夫很厉害，可是要处理这么棘手的问题，你需要有大公司的管理经验才行。我觉得我可以胜任，你就让我试一试吧。你有这心意，我就已经很高兴了。哎，我想起来了，我有个表哥刚从华尔街回来，他管理过好几个大公司，我觉得他一定能帮上。听我表弟齐大圣介绍过，但没想到真人比想象中还要漂亮。谢谢，请坐。还不知道怎么称呼您呢。我叫孙胜，但我的朋友们都会叫我 Regen。你好，孙先生。对不起，对不起，没关系。孙先生，听说您在美国多家跨国公司里都做过高管。我之前在高盛、Amazon 还有 IBM 都做过一段时间，虽然小有成就，但是我还是一心想回到国内，所以呢，这次我就毫不犹豫地回来了。国内现在发展很好，确实对我们海外华人来说有很大的吸引力。慧小姐说得很对，这次回来呢，我也是想大干一番事业。
那这么说，孙先生还是个工作狂了。我觉得，工作只会是生活的一部分。我需要有充裕的时间去欣赏绘画、音乐和一切美的东西。哦，上个月我还去巴黎看了莫里埃的《La Princesse de l'Is》的复演。那场我也在，其中他那句最经典的台词怎么说来着 ？Vive sa gemme, n'est pas pour pas bleu mon vive。对对对，我最喜欢这句了。想不到霍小姐也是一个热爱艺术的人。孙先生，虽然今天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可是我感觉好像已经认识你很久了。哦，对了，齐大圣有没有跟你说过我公司的事情？我这次来，就是为了帮你解决这件事情。拍电影啊？少给我装蒜！闪湖快递的那些坏事是你干的吧？啊！你谁呀、啊、你？你以为你穿这身衣服真的是孙悟空啊？不说是吧？好，今天就陪你玩玩。将会对涉案人员进行进一步的审问，我代表公司向全社会各界人士致以真诚的歉意。
哥们儿，你怎么拘着？就当自己家一样，想怎么造就怎么造。大哥，您不是出差了吗？回来，都起来，醒醒，起来，走，滚，快点！马上就得手了。对呀，你说瞎话之前不看新闻？什么新闻？你找的那个王主任被抓了？这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大哥，我安排的天衣无缝啊。事儿再有差错，你知道后果？知道，知道。收拾干净。祝贺闪狐快递恢复运营。谢谢你。你跟我这么客气。如果不是你，公司不会那么快就渡过难关的。齐飞，你记得，无论以后遇到什么困难，只要你愿意，我都会陪在你身边。你最喜欢的。这段时间你也累坏了吧？回去好好休息。嗯。那我先回我表弟那里了。孙胜，Thank you.
西飞。你就拿这么个小玩意儿答复我，大哥，我以我的人格发誓，我说的都是千真万确的。人格？你有吗？大哥，如果我说谎，就让雷把我劈死，火把我烧死，地震把我砸死，煤气罐把我炸死。你带着我同归于尽的办法倒是不少啊。不是不是。这样吧，大哥，如果我对您说谎了，就让我下辈子变成个女人，然后再嫁给我这样的混蛋。够毒！如果真像你说的，齐大圣也不会把这个东西的用法告诉我。大哥，我有办法。你们放了他，有什么事尽管冲我来。齐大圣，告诉我这小东西怎么用，我就放了。要不是向瑞亲眼所见，你从孙胜变成了齐大圣，我怎么也不会相信这世上还有魔法。齐大圣，孙胜就是你。霍大小姐，你也很想知道答案。齐大圣，说的是真的吗？齐飞，你别听他们在这儿胡说。告诉我真相。怎么，默认了？齐大圣，他说的是不是真的？你听我解释。我问你呢，是不是真的？我就是想帮你，想让公司恢复正常运转。那你就骗我。我没工夫听你们谈情说爱，赶紧告诉我这东西怎么用。说不说？咱们有话好商量吧。好商量，你把他们放下来，你把他们放。你他妈要是敢动他，我弄死你！说什么说？我说，只要把那个向左拧三圈，然后再向右拧三圈，然后念咒语欧玛尼贝利后，就可以得到你想要的魔法。说完了，你放了他吧。欧玛尼贝利后。如烟，大哥。
你老大，我还是你爷爷吧。爷爷，您有什么吩咐？舒服吗？啊，滚！哎，姐夫，姐夫，姐夫，没事了。答应我，我告诉你赵云，你就放了他。说过吧。哎，想打我？时候叫我齐飞就行，这样合适吗？齐飞，你快看呀，天上好多星星啊，好漂亮啊！我知道，一开始你就计划好了一切，对不对？大三，你一辈子都是个 loser。你怎么这样啊？啊！我失去了一切。少爷。在你数十个仙人里，你是我见过最差的。嗯，他们在齐天大圣这里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齐天大圣的精神远远要胜过齐天大圣的法力。就是永不言败。困难，突破。
太累了吧？只要你答应我，我就放了你。别做白日梦了，你就是个禽兽。放开他！大圣！你傻，看出来了，你真聪明。我妈也这么说。哎，你知道齐大圣在哪吗？你看，是这个人。我说的是齐大圣，不是猪。齐大圣就是猪，猪就是齐大圣。你当我跟你一样傻？霍经理。真是你啊！幸亏我来得及时，我要是再晚来一点，你都成肉夹馍了。行了，赶快把他救出来吧。嗯，就算把笼子打开，他也是一头猪啊。我怎么没想到呢？
是的，我发现这个世界上没有比你更有魅力的男人。霍经理，猪是不是不会说中文啊？大圣，臭婊子！大圣，你快说呀！给我抓起来！大圣，我把你背背后。大圣。给我顶着！大哥，大哥，还想往哪儿跑啊？大神爷，饶命啊！大神爷，你这个混蛋，现在你说什么都没用，我要让你尝一尝变成猪的感觉。别别！是不是没电了呀？几百年前的东西怎么可能用电呀？我觉得好像是失灵了。齐大圣，孙悟空怎么跟你说的？你给我坐下。盟军救我一命，养伤七天，赠予家族世代齐天法力，愿遇难时助一臂之力，就是齐天法术啊。今天是你使用法术的第几天？好像是第七天。你不会听错了吧？是你祖先给孙悟空养伤七天，所以给了你七天法术啊？法术只有七天？真是天助我也呀！我跟你拼了！呀！小子，小子！精神是什么？
之前的事儿，抱歉。走。再有什么问题，我们联系你们。齐大圣，我来救你了！呀！说你连癞蛤蟆都不如的，这样很不对，因为你就是借什么？哎耶！找不见当时的沧海，月华如莲，已不见当时的少年。过去未来之前，我困于现在，为何误入这人世间？雨夜琼浆，能否浇熄平生志？变幻，处处是我的八十一难。谁说弹指一千年意义难平？辗转反侧夜无眠，辗转反侧夜无终结是海，回头却无爱，半生皆虚妄，似孤星茫
在名利时不及佛祖律下土举则前行路又何惧其中险八十一难，谁说弹指一千年意难平？辗转反侧夜无眠，辗转反侧夜。皆是海，回头却无岸。半生皆虚妄，自古心茫然。天笑我太痴，天笑我太癫。即使欲在名利时。起佛祖律下土几则前行路又何惧其中险人间难险阻宁分身碎骨留得正气在人间